说8200件，泰星成人礼开始。其实泰星的居民在成年后能选择以几种形态生活，在典礼开始前，请允许我先介绍不同形态的成年泰星居民。兽人派代表，人类派代表，动物派代表。本次成人礼的主角们，你们想选择哪一种形态步入未来呢？选择未来的长相，让塞奇和朋友们陷入了纠结。为了解决大家的烦恼，猪王子斥巨资在全宇宙发起创意征集，当塞奇和朋友们长大后手绘主题大赛。小可爱们，你们希望塞奇和朋友们长大后长成什么样子？赶快参与投稿，给塞奇和小伙伴们定制未来形象，帮帮这群可怜的崽吧。